A Star Is Born 第一辑有我莫文蔚，8月1日正式上线。比我預計的時間是早一些的其實我再想遲一點，但他的解釋他說、啊、我不想等你有大多歲才結婚隨著時間的人都越來越大了，選擇的機會、啊、或者條件、啊、各方面 都慢慢越來越少了嘛，所以都會覺得會不會就沒機會呢樣，但是始終是緣分的東西是真的掛不埋的，要來就來的了，所以都很開心可以遇到一個這麼即是這麼願意跟我去 分享的人、關心咯，是啊，坦誠啊，關心啊，信任咯，這些是都是他即大家具備的是、啊、相處的條件。咁你覺得呢個人係真係好信任你，每樣嘢都會同你講，或者發生過啲咩事又會同你去即係 share， 同佢分享一下發生一啲好笑嘅嘢，或者發生咩好特別嘅嘢，全部都會同你講。同埋我哋都相處咗兩年幾時間一齊，咁所以即係各方面啊、生活上啊或者心靈上各樣都可以依靠到對方咯。唔係，其實佢一路等緊我嘅，因為即係4月頭的時間，我爸爸過身，所以其實他都知道我是不想去，即係呢段時間其實都不想去傾呢件事住，同埋再加上我要拍回歸套戲，咁佢知道我都不想分心，咁所以他都是一路就係、是、其實前即係入好曬資料咁滯噶啦，咁就係、是、等我睇下我點樣。的時候他就即刻做嘢咯。比我預計的時間是早一些的其實我再想遲一點，但他的解釋他說、啊、我不想等你有大多歲才結婚我沒什麼特別很興奮或者 很緊張，我又沒有，即是可能大家那個心態已經是大家 都覺得是最重要是兩個人的相處咯，即又不會說很刻意去著重一些形式上的事啊，各樣，所以我覺得簡簡單單啦，最重要是兩個開心咯，沒什麼怎樣籌備啊簡單，可能跟一些很好的朋友吃飯是會的，跟另外再找一天再跟家人的吃飯這樣咯，不會說特別 很大型，有婚宴，有怎樣過禮餅還是什麼那些習俗的東西就應該不會了，但是因為我沒有，我還未曾怎樣 去計劃去想，因為現在忙著搬屋了，所以都是忙了搬屋先，起居飲食咯，又睡醒過一刻開始到他再分落床的都是要我照顧。